结婚后生下一个可爱女儿黄玉米，经常会在网上和粉丝分享生活。近日她到澎湖工作，梦跟如何女儿也难得一起同行。工作忙碌之余，一家三口也特别趁着空闲时间观光，期间也不忘在网上和粉丝分享日常。三日晚间，夫妻两个工作团队去吃饭，只见黄子佼不顾工作人员在一旁，吃饭到一半突然转身往老婆面前靠近，伸手一把抱住她肩膀亲了上去，惊喜举动让梦跟如有些来不及准备，当下直接愣了几秒，后来才笑了出来。甜蜜互动也让现场瞬间充满粉红泡泡。事后梦跟如还刻意把影片先缩小，才发到现实动态分享，并用小小文字写下小放送闪，而网友看得纷纷表示两人的感情也太好了，眼睛都被闪瞎了。Bye.